哎，这你俩一起我跟啥去了？杨哥，俺俩刚才上健身房来的，看你打乒乓球可好玩呢，你给我俩买个球拍，我太想玩了。运动是件好运动，球拍别买了吧，我给你钱卖吧。你俩先去一会儿，我给你送去啊。去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杨哥，哎，拍的拍的，拍的带的呀，来吧，小妹儿呢？还吃饭呢？妈的，球拍多好，来。来，大哥，我给你。这拍好了吧？你看看，可顺手呢。你瞅瞅，你瞅瞅。谁要拿我斩大将，我弄他老祖宗。